挖机后啊。大概我大概看过你两次，然后就没办法。他说他是谁？徐胜那个徐什么徐什么熊结婚的时候，徐静雄结婚嘛。他有一次关注哪一个人结婚？大伯拳吧，哈。结婚呐。我在想啊。哎，恭喜啊、哦！赶快扶正，赶快扶正。哎，抱歉。哎，他住戏子啊。我那边空姐，那个大尖山啊，哎，大尖山嘛，哈。哦，酷酷嫂，酷酷嫂是第一夫人呢。哎，对，大尖山的爸爸。